是李月彤吧？是我。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我是那崔阿姨。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吧，我叫张罗，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，发展的还算不错，还算有起色。有起色什么意思？可以说是也就是说刚签完两份合同。崔阿姨说你在外企工作，是个高管，硕士学位，家在本地。你怎么觉得？人挺漂亮，但是呢，是吧？服务员，你好，给我拿双筷子。您是说筷子？筷子。你好，先生，您的筷子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用筷子吃西餐？你第一次到西餐厅吗？怎么的了？我是有生以来吃过是最憋屈的一顿饭。看什么看？还可以刷卡。我一般都愿意使用现金，我钱包丢了。你真会装，像你这种人我看得多了。你没有诚意，就不要说，谢谢。有密码吗？没有。稍等。你好，女士，这是您的卡。谢谢。等等，把你电话号或者卡号或者家庭住址给我留下。
这钱我一定要还你。不用了，我们俩气场不合，我再也不想看你。但是钱我一定要还你，我一定要换回我的尊严。我不觉得像你这种人有诚信可言。你是这样是对我人格的一种侮辱，知道吗？说说怎么着不靠谱了，妈帮你分析分析。不靠谱就是不靠谱，有什么好分析的，没感觉。他是不是长得不太出众啊？不是不出众，是太出众了。哎，这个老崔呀，我就知道他对付我。哎，不急，孩子，咱不生气啊，咱有的是时间，咱不着急，咱慢慢相亲，接着看。妈，你别操这个心了，我生活里还有很多别的事情，我活着不是为了结婚这一个人生目标。你给我点自由，尊重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说孩子，咱是在中国，这得合乎国情。你说你这么大年你不结婚，你我这当妈的，我这脸上都不好意思。你看，你说到你心里话了吧？这才是关键。你觉得我不结婚，你脸上不好看了，你丢人了，所以你也不管我情不情愿，尴不尴尬，什么人都往这儿送，只要是个男的，恨不得明天就赶快结婚了。李月彤，你这说什么话你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这跟妈妈说话呢吗？行了行了，都少说一句吧。起来，你是猪啊还睡啊？干嘛呀，连个自然醒都不愿意睡。我抓紧起来，一会儿这客户来了啊，乱八七糟的，快快点的。快起来，快点儿。去给朕投个毛巾提提神。张总啊，你太过分了啊！我抓紧起来啊，你把这嘎收拾收拾，我去那屋看看啊，马上快起来啊！你都用不着这么忙活，今天合同肯定能签成。请您多指教。哦，速度还挺快，那我回去研究研究，别等了。肯定是有啥意思。有啥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办啥事不都这样吗？不怕潜规则，就怕没规则。本来呀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呀好好打拼一下，到现在我才发现呢，我这打拼不那么纯粹了。纯粹的人是张思德，已经牺牲了。多大，啥事想开点的。咱们能力是有，实力也有，咱不能在这个诚意这个意思上，把咱的前程跟机会给耽误了。你认为有必要，意思？但是，咱现在穷叮当，咋整啊？你的意思？给什么？小广告。大头啊，我一点菜不错你。我早就替你想好了。
把房子租出去，兑点现金。多大？多大？孙梅梅来了。程朵。准备结婚了。这么快？这才还没到一个月呢。是你爸妈给你介绍那个？有房，有钱，有车。你了解他吗？真正的和他相处了吗？原本以为两个人结婚肯定一定要相爱才可以，但是当我们搬进这个小屋，从甜蜜温馨，到后来的害怕接到房东的电话会因为他的一个电话惊心胆战，躲躲闪闪，会因为交不上房租有上顿没下顿，甚至我们俩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不休，我真的不知道拿什么来保障我们的幸福。我只想说一句话，我知道您很努力，错不在你，是我妈我爸给我的压力太大了，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成功，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，可以跟你共患难的女孩。你说看错我也行，说我爱钱，说我就是一个拜金的女人都可以。阻止你幸福去，祝福你。对不起。来接我，要不你看这么多东西，我一个人怎么拿呀？真的要卖衣服了？那当然了，这个现在就是我的事业。等我将来挣了大钱，发达了，当了女老板，你就羡慕嫉妒恨吧。我看你，如果真的想把事业做大，那这些衣服摊在这儿都摆不出来，你可能还得换一个大点的房子。嗯，有道理。12点。啊，就是这儿了。现在住的地方呢，而且价格又那么贵，现在房子怎么这么难找？要不然就是价钱不合适，要不然就房型不合适。你看看你多幸福啊，从来没受过租房之苦。哎，你那小两居要下来了吧？什么时候啊？快了，
实在不行你住我那儿去吧。什么呀？啊？房屋出租？谁同意说把房子租给女孩啊？租女孩干啥的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知道吧？人沈九上天也还有个女同志的，咋的？那时间长了，你日久生情，那省事儿了呢，是不？你滚！你好，请问是张先生家吗？我们是来看房的。我不是张先生，我是他朋友，请进。张铎，张铎，你们认识啊？你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俩谁租房呢？我啊。怎么没看就走呢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不，你还没看呢，你有啥事都不看呢？对啊，都来了，挺好的。你好，女士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啊。坐吧。这屋吧是次卧，是朝北的房间，但是呢，哎，冬天晚上暖气特别好，在房间待着都得穿秋天玩的衣服。你们这儿一共几个卧室啊？两个卧室。那这个是不带洗手间的吧？啊，对，洗手间在客厅。哦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罗壮，他们都喊我大头。啊，叫我大头就行。啊，你不是房东吧？不是，房东是我好哥们儿。啊，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丁灿，灿烂的灿。好名字，这名跟人一样。你这一笑，谢谢。哎呀，真烂，真灿烂。看完了，走吧，就1800，还是两居室，真挺便宜的。大头，你是不是没跟他说明白情况啊？是一间，次卧，而且是合租，1800。啊，对。就一个房间，合租？跟谁合租啊？在下呀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说呢，怎么那么便宜？但是那个水电费呀，我可以负责交。对，钱由他交。你说跟一陌生男人合租，还是个次卧，既不安全又不舒服，这种条件你也考虑啊？算了吧。别算呢，那个楼上的主卧你可以看看。房间大，有阳台，还有个大衣柜，哎。那衣柜就专门跟你定做的一样，啊，那这也是1800吗？对呀，1800。哎，丁灿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站那儿，有啥话当面说呗。你还挺敏感的。你说话太刻薄了吧？对于你这种耍花招、歪门邪道的人，就应该刻薄。这谁爱耍花招？什么叫耍花招呢？你说话是不是还有点血口喷人呢？我怎么血口喷人了啊？这小广告是怎么回事啊？但凡是正儿八经的人，会用这种方式来租房子吗？你要是真想让我相信，除非你拿出房产证，证明你是这个房子的房主。那个多大？我跟你说，我真没想到今儿房子就能租出去，房产证在我车里呢，啊。我求求，等我马上回来。Thank you.
让我喘口气吧。你好，找谁？啊，请问哪位是0788的车主？啊，我是。啊，看一下您那个车，车架好像被扎了。什么？啊，丁灿走了。啊，不，那个，要不你先去吧，我还是想看一下那个主卧的。你什么好看的？马上来啊！上楼看看。嗯，你带我看一下吧。好。这就是您的车吧？对，这是我的车。啊。来，您看看，这不是个钉子眼吗？没事儿，我是怕您待会儿开车时候有危险。谢谢你啊，没事儿。哦，好。怎么样？在干嘛呀？定金啊？你想什么呢？上面那房子真的很好。1800比我那儿便宜多了，而且在楼上吧，也挺安全的。这叫啥呢？这叫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是吧？多大？1800一个月，仨月是5400。我做一回数啊，3400，这400你拿回去，零头不要了，只收5000。你还交了三个月的房租定金。来，您在这儿签个字儿。你别着急，这样，今天就给你收拾好，明天呢你可以搬过来了。真的？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丁丹，你家在哪儿住？到时候我开车帮你搬家去。不用啊。没事。哎，李小姐，你坐呀。没凳子是吧？那你就站一会儿吧。你呢是丁灿的好朋友，将来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好朋友。欢迎你常来做客。说你图什么呀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家那房子明天就到期了，如果不马上交房租的话，就被人赶出来了。而且我现在手头钱有限，能找到这个房间也合适，价钱也合适。而且马上就能搬进去的，真的很不容易了。那我说你什么好？你不知道，刚才保安找我之前，那个男的就下来过，他们串通好的，把我支开。你一个人好下手，容易骗。你就像一小白兔一样，掉进了陷阱里，还帮他们挖坑。到时候别来找我。不会吧？我是人情你了。这么大个房间啊！给我租出去了，给我留个了又黑又暗那么个小黑屋，让我对小号呢。你这个肤色适合在这屋待的，还犟，典型的重色轻友啊。我算认清你了，如果在战争年代稍微使点美人计，你就绝对是一个叛徒。说完了没？就是个叛徒。说完了。我刚才可是力挺你，你没看见那李月彤看我是什么眼神啊？都要杀我了，那都。你可拉倒吧，你有你自己的小心思，我能看得出来。你是不是喜欢那女孩啊？这让你说的，就看一眼就喜欢人家，我干啥的我呀？你别整那没用的了。我不跟你犟了行吗？你乐咋讲咋讲，我去换件衣服洗洗澡。这回真金白银到手了，晚上得请财神吃饭啊！你爱咋装咋装吧。哎呀，你看他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。嘿，这都小事啊，不说了不说了，都在我身上了，扣一个啊，好吧，全靠您了，走一个。胖子，这是我跟朵的一点小意思。
音箱呢？你用这干嘛呀？多心了。啊？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呢吗？别，拿走。不是，拿走，拿走。啊，拿过去，拿过去。康总。不，哥们儿之间不在这儿，哎，不在我这个。哥们儿，先听我，先听我啊！你千万别多心，千万千万别多心，心意就是哥俩的心。这玩意儿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不准这样了啊！以后不会。哥们儿之间谁花的谁点，那都无所谓。好，我干了这回。啊，您说，您说，花园北里多少号？42号。啊，好好，哎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崔阿姨啊。就那一顿饭钱，你说你给送去，至于吗？那不管大小，我也是一公司老总啊。那跟人女孩吃完饭，让人家花钱，这说不过去吧？人家国外两口子吃饭，人都 AA 制，你去了也花一半就得了。这是男人尊严的问题。进来。阿姨，是李月彤家不？啊，是的。老李啊，拿支笔来，有快递。哎。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送快递的。不是送快递的？哈，那你这是？我呀，来还钱来了。还什么钱呢？上次啊，我跟李月彤吃饭，我没带钱。他花的钱，我就特意过，哎呀，过意不去、哎。你说你们这年轻孩子，吃一顿饭呢？你说谁花钱不是花呀？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再说了，你跟彤彤还是同事、啊。我们不认识。不认识？哎，这不认识，那吃什么饭呢？那个，崔阿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。崔阿姨给介绍的男朋友是不？张铎啊，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张铎，对对对。那行，阿姨，我把钱放这儿了，我走了，阿姨。谁呀？啊，是那个彤彤的那个朋友。哦，妹子，坐会儿再走。哎，来吧，坐会儿吧。我有事儿。哎呀，都打架了，坐会儿再走。不差这点功夫，坐会儿。那个，哎，我说老李啊，我那电脑坏了，你去给我看看，去看看吧。小张啊，哎。喝口水。哎呀，您这脚怎么的了？啊，就是扭了一下。快坐，快坐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。哎哎，好。这是下楼梯扭了吗？啊，这闪了。如果您信得着，我帮您弄一下。啊，你还会这个呢？我不一定说全会，但是我试试看吧。啊，行。您试试。啊，行。哎呀，这都肿了这儿。是。但是肯定会疼，阿姨啊，你先忍一下。哎呀，忍一下啊！行，哎呦，哎呦，疼了吧？哎呀，真疼！肯定会疼啊！来，你揉一揉啊！哎呦，哎呀，你别说，哎呀，真是好多了，我咋疼啊？这孩子，你说你还有这手艺呢？阿姨，您过奖，过奖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方案已经按照您的意见修改完毕了，您看是不是开始实施制作啊？可以。嗯。还是跟大金合作吗？只有大金吗？我们好像一直在和大金合作，也可以开发一点新的公司。哎呦，我这儿还真有一个小公司，叫一点，就是规模呀小一点。一点，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是吗？是一个新成立的小公司。小公司，质量能保证吗？据我所知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他们挺有活力的，但是如果您不放心的话，咱们就还是找大金。质量很重要，还是找大金吧。好。你说咱们这钱也给了，那饭也吃了，
怎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？多子，啥事儿吧，你得有耐心，再等等呗。等什么等啊？我都有耐心，你房东有耐心吗？天天催房租，一天一个电话，谁能受了？来消息了，房东。喂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是我，这样啊，那钱呢？你再等两天，好吧？什么？到房子去了？哎，我没在家呀，主要是。喂。喂。上房子去了。那丁谦自个在家呢？那回去啊。没钱，你们啊，全部给我滚蛋！不是，姐儿，都平静一下好不好？再过点时间，我肯定会把钱还你。你这句话我听到耳朵都出茧了。你到底啥时候有钱啊？没钱是不是？没钱啊！收拾东西，全部给我滚蛋！不是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到底谁是房东啊？你不是说你是房东吗？他是房东，他还欠着我房租呢。那个丁灿呢？这里边有误会。这有什么误会啊？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吗？这张铎他就是二手房东，怪不得那个时候问你们拿房产证就是拿不出来。赶快把人家丁灿的钱还给他，要不然告你诈骗啊！就是你把钱还给我，房租都给你了，你……对不起，丁灿，你的钱我还不上了。为什么？花了。昨天刚给你的呀。那个其实呢，姐是这么事，本来吧，今天我们有一笔钱就到账户，这没成想出差错了，所以说你这等，怎么着？这笔钱要是不到账，你就一直这么拖着我呀？不是，姐，咱都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咱到北京来打拼挺不容易的，你看都互相理解一下子，咱想个解决办法，行不行？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这里头有问题，你不听，就非要伸长了脖子给人家骗。李月彤。你就别掺和了，行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啊，钱你们又拿不出来，现在房子也没了，你让丁灿怎么办？就是啊，我现在住哪儿啊？我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句话。喂，最后个期限，给我三天时间，把钱肯定还上。三天，有钱住，没钱滚蛋。这是我爱人。姐夫什么姐夫？有钱叫姐夫，没钱滚蛋，听着没？就三天。哥几个，姐屋里有用的给我往外搬，没用的给我扔了。好，哎，这个就给他。子阳，你后管干嘛呀？你这说抢，你这搬东西说抢劫，我告诉你。子阳呀，哎。矛盾呢，要多沟通，干嘛打架呀？这幸亏没有人受伤，这要是有人受伤啊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来，你们每个人都在这里签个字，来，把身份证号码都写上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字可没法签啊，他们还欠着我房租呢，到现在房租都还没还呢。你让我们签字，我们怎么签呀？我相机压在你这儿了，别那么不讲理好吗？你那相机放我这儿就是一堆废铁，我不要，我就要钱。那个张哥，你想想办法，看是能不能把这房租钱给凑上。我正在跟他协商呢，我都说过了，实在不行咱们在警察面前咱们打个欠条，立个字据。我不要你什么字据，我就要现金。听我说，那个张哥，看看你身边朋友谁有钱，想把你垫上。警察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今天不给我房租，我就不走，自个儿掂量着办。你看，你们想想办法。这说实话是没有钱，要有钱呢，就不能来这麻烦您了，是吧？正好都赶到这儿了，咱就互相让一步，行不行？
那你们这么一直拖着我房租，算什么事儿呢？哎，就是。去那边干啥呀？哎，先拍照。好，来，正好，我还拍着呢啊！就告诉你，就拍你这些房子。别曝光了，哎，提走他们，别拍，别拍，哎，赶紧拍，给他们曝光，别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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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机在你那儿，你打字去一趟。哎，你别打包了，就拍他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干嘛呢你们？这是派出所，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，能解决问题吗？跟他没关系，让我彭先走。等等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，钱不给我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你想干什么呢？不是，想干什么呀？有啥走？现在人身自由啊！那你们还我钱呀！怎么的？现在人身自由啊！赶紧把钱给我呀！不给我钱，你看看。那几个人，我都没跟警察说。当时你来的时候，你来的时候，我跟警察先签了，先签咱上面一定说两句，我是不给你了吗？当时你来的时候，先签了。我出行吗？玉堂，你玉堂，感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个忙。这是我打的欠条，钱一定会还给你。张朵，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这么丢过脸，我永远都不想看到你，永远。不就有俩钱吗？都把他扭的。你说他长得也挺好看的，你说话怎么一股火药味呢？这就告诉你一个做人的道理：人呢，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，自己必须努力。这个方案公司已经通过了，虽然细节还有待推敲，但已经很不错了。谢谢。我一直在想，这方案是你做的吗？我是看您挺着急的，就试了一下，没想到还真通过了。我真的挺意外，这方案真的很出彩。我总觉得蓝色这个活要黄了。不可能，咱们已经给那个康总监都上供了，黄他不得告咱呢。你看看这个，蓝色年终大促没就绪，经营水晶诚意回报千万顾客，不可能啊！这我们指这个活一举成名的，这咋办呢？有啥可能不可能的？人家压根儿也没承诺过你太多的东西啊。那康总监应该告诉咱这活定没定你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有请柬吗？哎呀，我们这个合同是靠请柬才能进的，我忘带了。那不好意思。那个，我是康总监的朋友。谁？康总监，他约我过来的。康总监？哦，康总啊。哎，对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您请柬吧。好，谢谢您啊。没事。哎，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蓝色彩妆新品发布会的现场。
作为彩妆界的技术先锋，蓝色在这一季又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产品，相信以他真心诚心的服务理念，也会在这一季当中一如既往地得到女性朋友们的青睐以及支持。而在这一季产品当中主打的明星产品呢，则是一款橄榄脱效睫毛膏，它以更加浓密加为纤长加为卷翘的特点，相信一定会赢得更多的关注和青睐。干什么你？太不是人了你！你剽窃我的方案行吗？我也是没办法，我是没办法。你听我说，我承认我是骗了你，但这事儿不是我干的。不行，你们老总在下面呢，是吧？我找你们老总谈。别喊，你放过我！